天下去。那请问你孩子叫？徐欣欣啊。好，谢谢。谢谢。来亚大有什么感觉啊？是很漂亮或什么的？然后感觉很大。嗯。环境很好。然后。哦，服务很亲切啊。谢谢。姐姐服务很亲切啊。然后就是对孩子的期待。期待就是。能教的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了。好，那请问，那请问孩子的姓名是？彭湘林。就是您来亚大的第一印象是？别了，来这边哦。很好，不错啊。好，那就是您对小孩有什么期待？最好是他在这里可以学到他所想要学的。也没有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是他的兴趣，还是喜欢这个学校啊，就看他了啊。好，那请问你的孩子叫什么？陈杰颖。谢谢，谢谢。然后感觉是什么？我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学校，让小孩子比较能够有朝气。可以吧？那就是你对孩子有什么期待？什么期待？我是最。其实对小孩子教育都是这样，就是他大原则不变，当然大学生就是比较活泼，但是不能偏离辅导，就是平安毕业就好。是，就这样。好，那请问那个小朋友叫什么？蒋培林。好，谢谢。那就可以。第一个问题是，你来亚大的第一印象，就是给你什么感觉？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对孩子有什么期待？应该是这么说哈，来亚大这个环境是不错，那整个的学生。那个服务的热忱也不错，这是我第一个印象。还有什么问题？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来这边希望学到专业知识以外，还有一些人的应对技能。那我还是强调一点，应该是做事哦，做人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功课的部分，当然就是要尽量请学校，包括说系主任。那多帮忙一些，开一些比较食物相关的一些课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期许。好，那请问你的孩子叫？我女儿今年就是刚报到嘛，那她的名字是林家君。就是您对亚大的印象是？印象对，印象是还不错。对，就还不错。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期待？我就期待他在这里能够，就学到他想学的东西，然后希望你就是在这里，你们学长学姐都可以对新来的学生都可以帮忙照顾这样。好，好，那你的孩子叫卢玉轩。好，谢谢。我晚上蛮周遭的，所以因为他说有学长姐帮忙推行李，就蛮讶异的。对，那还有，那就是您对孩子有什么期待？就让他成长、学习、变独立，然后更懂事。好，那可以说一下小朋友的名字吗？陈轩。好，谢谢。大家好，我女儿陆林轩，今天第一天到亚洲大学。学校第一个印象很不错，妹妹，我们来读书喽，好不容易考上，要好好读。记得爸爸节，留给爸爸的卡片吗？会好好的读，答应我们，对不对？这个学校那么好，不要重修哦，我们要年年过。我们四年要平安过，毕业以后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哦，喜欢的学系就会好好的读，对不对？好，加油哦！请问孩子的名字是陆林轩，谢谢。对，就是对于亚大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很好啊，很好吗？对啊。那对于就是学生有什么期待吗？就是他进入亚大之后，哦，这样子哦，希望他就是他因为他自己喜欢这个科系嘛，那希望他能够学以专长啊，这样子，对啊。那请问妈妈的就是学生的名字是什么？张子轩。
小孩子因为他是那个深造特考进来的嘛，所以知道他确定要来亚中大学的就读的时候，就跟爸爸先带他过来校园这样绕一圈，觉得这个校园真的很漂亮，跟我们之前姐姐他读那个大学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因为这边感觉就是景色很不错啊。然后又后来又带他来跟那个地向老师来上地向，那时候正好是那个阿伯乐那时候盛开的时候，哦，就觉得这个校园真的很别致，很不一样。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阿伯乐啊，所以整片这样子看起来，哦，真的感觉很不一样。错。那请问你对你的孩子有什么期望吗？然后你的小孩子是谁？因为我孩子他黄佑成，因为他是先天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那个黄斑部的视网膜色素瘤啊，因为视力不好，他就是眼球震颤啊，然后夜盲啊，就是视野缺损，所以他在行动的时候就是要放慢脚步，然后打手掌。啊，要放慢脚步，就是我希望他在学校能够，就是我们也希望，也是很期望说亚洲大学是一个友善的学校啊，然后协助孩子让他成长啊，因为毕竟孩子他是视觉障碍嘛啊，所以很多的地方还是需要学长姐啊，还有学校方面的支持跟关心。那我希望说他在这边，因为他虽然是视障，可是他在我们协会，我们彰化视障协会里面，他做过很多的一些就是关怀活动啊，然后他还有加入乐团。那我希望在这个学校，我也希望说他可以学得更多啊，以后出社会，就是因为他念的是社工系啊，所以我也希望说在社工这方面，他可以关怀更多人啊，也可以学得更多，将来出社会他可以。就是学以致用啊，所以我希望在学校的熏陶之下，他可以更好一点，这样子也可以学得更多。什么都可以不怕，只怕想家。和爸妈说我一切顺利，泪总会落下。太辛苦就赶快回家，是最暖的牵挂。对亚中大学整个校园校区是很满意的啦，比我当初要进来之前看到的算是预期的还要高。那我希望说我的孩子能够在这样美丽的校园能够得到师长专业的教授，学习到很多的知识，接受你这些学长姐的引导，学习到更多的专业技能，这样。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学习，然后希望他毕业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是我当爸爸的一个期望。那请问你的孩子是？许恒宇。亚洲大学的同学跟国文李雅文啊，你们好。那我首先来跟国文讲说，爸爸希望你啊在这所学校当中好好学习，就是修正你的态度，不要啊变成尼特族啊，而更重要的是说从态度刻苦耐劳学习，然后学习的能力在大学只是一个历程而已，最重要是在社会当中能够啊谦虚，然后吸取更多的一个长官或是老板给予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好好去历练，然后更重要是服务大众，造福人群。谢谢。那也希望我们社工系的所有小朋友啊，大朋友啊，能够在这个社工系的一个顾名思义底下，能够啊服务人群，更重要的是啊要有设身处地啊将心比心的那颗胸怀，然后我相信在这个人生会更美好。谢谢。请问你第一次来亚洲大学有什么感想？校园是很美，然后设备很新鲜这样子，然后
人事物都还不错啊。那请问孩子是名字？我是吴依婷的姑姑。嘿，那请问您对他有什么期待？我希望他可以在社工系有很好的表现，然后以后可以考上社工执照，对，然后当一位社工师这样子。哎，谢谢，谢谢。好，大家好，我是社工系啊曾小鲁的家长，在进入这个亚洲大学这个学校是小孩子自己选择，他从小就是很期待做这种社会工作这方面的兴趣，啊，然后我们家长也支持小孩子的志愿，然后在这边我希望他能够得到专业的技能，啊，专业的人文素养，还有创新的思维，啊，将来毕业之后能朝着他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去做，啊，借由学校的帮忙，啊，来训练他个人专业技能，到这个社会上啊，能够发挥他的专业技能，从事他的行业，就这样，谢谢。他自己选的科系，那也尊重他，希望他这个大学算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他已经满十八岁了，他也算大人了，所以希望他自己选择是对的，然后自己出外，就是希望他就是任何方面都是自己要小心，还是一样小心，这是重点，其他的都是其次。对，啊，这样子，谢谢，妹妹家杨雅竹，对，好，谢谢你，好，谢谢。请问你的小孩是陈思颖，嗯，然后就是对这个学校的第一印象是，校园很大。那请问你对小孩有什么期许或期待吗？因为他读的是社工系啊，我觉得社工这个工作是要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工作。我希望他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比较傻大姐啦，我希望他能够很用心，然后很有爱心的去好好的学习社工这一条路。想，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对小朋友的期待。他很期待他来家。没关系，慢慢的。是舍不得吗？舍不得。想要就是希望他在家里就是住着这样，因为一起住，一起就都一起住。离不开，是很亲的孙女这样。没事，他来这边是一个新的学习啊。因为我真卡里呢，就单纯的。啊，什么做很热哦，因为我们因为他在社工系，所以没有关系。我们都会照顾他。对，我们都会照顾他。很担心。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都来教他读。伊尽量我读，我较会晓咧。啊，那从来教呢。不会不会，社工系大家都很棒，老师也都很好，学长姐也都可以，都会帮助大家的。我这是真单纯的囡仔，看得出来。未讲足巧，无讲像其他人安尼足厉害安尼啊。嗯。一对一，二对二的种囡仔，可是没关系。不会不会，真的不会。那个我看你两面床，我想到伊都。哦，不会，那个其实不会，其实真的不会。不会啦，阿妈不要担心那么多，不会不会，没事。你要问啥？你问一下，拍摄。没关系，没事。你对小朋友有什么期待？期待就是吼，一点只较认真读个，啊，读较下个安尼尔，啊，无免啥期待。嗯。宿舍店内底，大家较照顾、较关心的吼，或者是讲即学校老师，
这是大家较关心的啦，大家囡仔拢少少啊，尤其阮迄吼袂理流啦，正常囡仔拢袂理流啦，你娘啊，我变做，没事没事。请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叫王婉素，王姓王，好，王婉素，嗯，好。我会坚持梦想，不是随便讲讲，只要张开翅膀，梦想就在前方，不要再猜想，不要再沮丧，打起精神来跟我一起唱。我会坚持梦想，不是